即摆是咧创啥？你无看咧扑草？靠腰，你是沾着药啊？啊，搭一块囥咧遮遮久啊，无咧无咧扑，你即摆是扑啥物意思？我扑穿起来起电啊！你毋知影哦？即摆光明发电，你无听过？讲较小咧，你是要用爱发电哦？毋是啦，光明发电啦，家己要用的电家己处理啦。来啦，去内底讲啦。我讲互你听，我讲互你听，你搁倒来答。哎，我甲你讲啦，最近哦，台湾政府毋知创啥啦，台湾经济都已经咧歹啊，搁欠电，搁创啥物能源转型，讲啥物再生能源，迄个敢会当做饭食？你头拄仔讲啥物？讲啥物？光明啥物？光明电厂。小哦，光明电厂哦，嘿啊，都欠电啊，搁光明电厂。毋是，咱台湾即几年毋是欠电。咱即几年家己的电线都要用的，前两年毋是大停电，阁无欠电，阁变少的。迄个是中油的人出包，咱台湾过去就是拢靠中油啦、台电遮大电厂，因一跳电一出包，大家就无电通好用。即摆政府才要来用这个叫光明电厂，意思就是讲家己要用电，家己来用。家己来用，对啊。遮你伫教好人呢，参像咱即款普通人，啥物材料甲人起电厂啊？遐土地爱钱呢，哪有可能？无啦，大部分光明电厂是用太阳能板，就厝尾顶斗斗的啊，无就规个社区砖头的人啊，咱拄啊毋是不吵，就是遐土地无咧用的时阵，遐嘛怎用？会使用，迄就是规个土地蒸馏出来，砍一挂太阳能板连做伙。所以讲，你剩的电，你阁会使卖转去互台电，毋是讲会使当作本钱，是会使摕着变钱。我就感觉哦，安尼讲哦，嘛就是惊惊，莫互政府骗去啊。政府毋是骗啦，伊即摆是咧操控先进国家，先进国家，是因为一寡国家已经做过有效啊，安尼做是会使，咱才来参考。啥物国家已经做？你毋就看日本，日本就有咧推啊，对无？佮有过来迄个丹麦，伊政府就规定讲，偌济帕数是爱公民电厂来用。对哦。吼，佮有迄个德国，德国你就知啊嘛，唔知就好笑啊。我知。对无？伊就是讲，绿能内底即摆有一半是公民电厂家己用出来，咱哪会做袂到？我是感觉讲吼，迄阿斗个物件吼，人是有营运无代志啦，佮有迄技术，台湾哦，莫少想啦。台湾嘛有人咧做啊啦，你就看迄个原住民部落有哦，因规个砖头个人。讲讲诶，家己就扛起来啊！啊，迄啦，彰化迄个台西村，你知影无？迄个四大人，七八十岁诶人，开会讨论就开始做起来。七八十岁嘛咧做？对啊，七八十岁人，你讲真假？真诶啊，骗你咧创啥？七八十岁人就会为着时势来想啊，对无？因开会就讲好，咱来做。啊，你即摆几岁？我三十几啊。啊，三十几岁你未想，对无？哎，咱想一下，咱即摆做起来会使用偌久？因会使用偌久？你安尼讲，真正有理哦。你敢？好，要来，来做，哪来做？恁。嘘。